每个年轻的戏曲人心中都有着一座自己想要攀登的山峰，虽说传承的道路悠远而漫长，但学子们上下求索的探寻之心却无比坚定。传承是支撑，求新是动力。这几年研修班里走出的这些年轻的戏曲人，在表演艺术的山峰上努力攀登，成绩斐然。在各种演出中，在各种赛事里，我们总能听到他们的名字，看见他们的身影。他们的汗水正换取着观众们日趋热烈的掌声。他们用青春和活力为自己的剧种和剧团开辟着新的篇章。今生烧香，害得我家娘子受尽苦楚啊！七夕，我今日偷偷地倒下山来去寻找娘子。哎呀呀，看天色这般昂咚咚的，不知我家娘子身若无趣。
叫我到哪里去寻找你？叫高僧，举目抬头仔细看，不素贞，娘子，我急忙忙上前把去迎宾。娘子，小青儿披斗撒发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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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身，我是进是退心不定。他举笔算算，刚来
迎听曲子。Thank you.